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贤首品》第十二第四段，大用无妨。我们看清凉大师的抄啊，引用贤首过世的还原观啊，六门，请看第四门啊，言四德者。一，随缘妙用无妨的啊，上一次学到这个地方啊，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学习佛菩萨的随缘而不攀缘啊，能够与自信相应啊，才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啊，真正是回头是岸，返璞归真。下面第二呢是为以住持有则门。这一条要非常重要啊，必须要知道诸佛菩萨在世间一切事心言论，无非都是为了调顺众生，我们现在说啊，度化众生，教化众生，用什么来教呢？啊，往往一般人呢，这个观念很狭义，一听到这一桩事情都想到是言教啊，课堂里面上课，而不知道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行住坐卧所表现的呢，全是教化众生啊。啊，所以这一条呢，我们不能够不注意。这一条具体落实就是持戒啊，就是要有个规矩啊，啊，别人不守规矩，不守规矩绝对不能责备他啊。为什么呢？他没见到，他没有听到，别人不守规矩要责备我自己，我没有做出好样子给他看呢。啊，诸佛菩萨教化众生从来不责备人，啊，就是做样子给他看。啊，所以一切众生那么样的尊重，那么样的仰慕啊，那么样的感恩啊，总是要把众生本有的性德引发出来啊。他是佛了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
一切众生皆有佛性。啊，中国古人讲，人之初性本善，换一句话说，一切众生本性本善。啊，他现在的念头不善，言语不善，行为不善，不善本来没有，本来都是善的。啊，佛教，那佛是什么？这诸位是知道啊，佛是觉悟啊，佛是智慧啊。佛教就是觉悟的教育啊，智慧的教育啊。你怎么样能把众生自性里面的本觉本善把它引导出来，你的教育成功了啊？如何引导呢？那佛就给我们做了榜样了啊。穿衣有穿衣的样子，整整齐齐，干干净净啊，不再华丽，不再时髦啊，整齐清洁啊，走有走路的样子，站有站的样子，坐有坐的样子啊，在日常生活当中啊，都要做出样子来给众生看，这是教育 啊。那么这些样子就是弟子规啊。就是戒律威仪比丘250条戒啊，实际上啊，戒律不多啊，只有四重戒、13轻戒，总共合起来17条，后面全是威仪。啊，就是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应当要守的规矩啊。那么佛家这些威仪讲的是规矩呢，比弟子规多啊，弟子规总共只有113条啊，啊，比丘戒有250条所以有戒律有威仪啊。为什么我们今天对于《弟子规》《感应篇》《十善业道》《沙弥律》这么重视？就在这条啊，这德行啊，处处啊。是为别人，我们的威仪不好，样子不好，我们上对不起佛菩萨，下对不起众生，没有给众生做好样子啊。学佛从哪里学起？从这里学起，千万不要轻视了啊。诸佛菩萨了，应化在世间，你拿弟子规去考考他，他每一条都做到了，而且做得非常善巧，非常圆满啊！这是他智慧啊，
绝对不是为自己，是为众生。为自己做不做没有关系，啊，为教化众生，为树立佛教的形象，啊，今天佛教的形象在社会上破坏了，谁破坏的？不是别人破坏的，是我们学佛的佛弟子自己破坏的。啊，自己没有照这个去做嘛，就破坏了嘛。会学的，会讲的，要把儒释道三个根融会贯通啊！表现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日常工作当中，处事待人接物之中啊，这是什么标准呢？善人的标准。经本一展开呀，善男子，善女人啊。啊，什么叫做善？啊，我们今天讲的落实弟子规，落实感应篇，落实十善道，落实沙弥律仪，这是善。诸位要知道，沙弥律仪在家出家统统可以学啊，比丘戒、比丘尼戒不行，出家人不在家人不能学，那是出家人的啊。所以沙弥律仪跟菩萨戒在家都可以学啊，不分在家出家，应该要学。如果不学呢，这一个德就没有了。诸位要知道，大乘教。尤其是华严常常讲的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，你这个做到了统统都有，这个做不到统统都没有，你是假的，你不是真的。望尽还原观的六门是一体六面，你不能不知道啊，一面都不能少啊，一面没有了，六面全都没有了，这个不能不知道啊，你在晓得这个问题的重要性。啊，主持说我们的身心安住在位义上啊，比如说我们的身心今天学习是安住在弟子规上啊，弟子规学得不错了，学感应篇，把感应篇跟弟子规融成一体，不是说我学感应篇弟子规就不要了，那错了，感应篇跟弟子规合成一个啊。第三步呢，再把十善业道跟弟子规感应篇融合成一体啊，最后再加上沙弥律仪，真的安住在这上面，持是保持，保持永远不会失掉。到你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成佛作祖，还是这个规矩啊，则就是原则，
你在这个世间呢，做人办事，待人接物啊，你有原则，这是德啊，不是随顺你的烦恼，你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，不可以啊。啊，像四时，春夏秋冬不能颠倒。啊，它有秩序，有原则。啊，这个秩序原则是自然的，绝不是哪一个人发明的，哪一个人创造的，不是的。啊，这就叫信德。啊，你自信本来就是这样的。你现在违背了这个原则，就是你迷了，你没觉悟啊！你要觉悟的时候，自自然然是这样，哪里要学呢？哪里要教呢？那本来就是这样的嘛！啊，这叫心得啊！哦，我们六道凡夫是迷了自信啊，太久了。真的是迷失了啊！自信里面虽然有，它不能现前，现前出来的是烦恼啊，是自私自利，是名闻利养，是五欲六尘，是贪嗔痴慢，现出是这些，这些东西自信里都没有。这些东西叫烦恼，叫罪孽啊！我们在生活当中常常起这种现行，就造罪业啊。这个佛门常讲的造业，造业自己不知道，为什么成习惯了？错误。不能不知道啊！真正要学佛呢，就要把这些错误的改正过来啊，修正过来，这叫修行啊。所以佛菩萨给我们实现的那是信德，那本来就是这样的啊。我们自己觉悟了之后，跟佛菩萨没有两样，这个道理事实真相不可以不知道啊。这大概总是有十年前我第一次到北京师大去访问，看到学校里面有一块大的牌子，写了八个字：学为人师，身为师范。啊，这八个字也就是这一句的意思啊。你如何做世间人的模范，给世间人做好样子呢？为主持，这就能落实了啊！当时我看到这八个字，我就对陪同我的副校长，我给他说，我说这八个字就是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啊！啊，他当时听了就愣住了。啊，他说这八个字是我们学校的老师共同拟出来的。啊，他是身为师范，我改了一个字。啊，我把身改成行，学校也接受了。行比身的范围大，
啊，那这八个字我们不但在国内，在海外也常说，常常劝导啊，大家一定要发心呐！啊，我这种生活行为，啊，我的工作的态度，我处事待人接物，是不是可以给社会做最好的榜样？我们的社会都像我这个样子，行不行？好好想想啊！古圣先贤的教诲，诸佛菩萨在经中的告诫，那就是行为示范，就是学为人师。第三个，如何制止色身的摄受众生、戒淫众生，要用什么方法呢？大师在这里告诉我们，要柔和，要制止。这两桩事情乍看呢，好像是矛盾，如何就不能制止，制止就不能如何，怎么样又能做到如何是又能做到制止啊？制止就是正直啊，行得正，没有一丝毫啊邪趣啊，没有邪恶，没有弯曲。佛家常讲，知心是道场啊。世尊在楞严会上啊，教导我们呢，心直，言直，这中间呢，没有委曲之相。这样学佛才能有成就。啊，委曲之下呢，就是心不正，言不诚实。啊，心如何能正？无贪、无嗔、无痴，心就正。人要没有自私自利的念头，心就正啊，起心动念头一个想到与我有没有好处，与我有没有利益，心就不正了。诸佛菩萨，世间的圣人，起心动念呢，没想到自己啊。起心动念想到一切众生，啊，从来没有为自己想过，
帮助众生觉悟，帮助众生离苦得乐。所以诸佛菩萨从来不为自己求安乐，但愿众生能离苦啊！啊，每天想的是这个，做的也是这个，要帮助众生真正的离苦，离究竟苦，得究竟乐，有没有发生？有，不但有，而且还很简单。可是，这个法叫难行之法了，不是普通人难行啊。修行修了一辈子，他都不相信，这个没法子了啊！所以诸佛都说难信之法，这什么法呢？念阿弥陀佛，只要您能够专心念阿弥陀佛，没有一样问题不能解决。啊，前一段时期，山西小院这个光碟传到我们这个地方，大家都看了，看了很受感动啊！啊，没错，你是有一点善根被感动了，你信不信？不信。你为什么不信呢？你没能照做。啊，这就是你不相信。信了的人呢，一定依教奉行呐。啊，你的身体本来是健康的，啊，寿命要照中国古人的讲法，啊，这从前李老师告诉我的，他是根据啊。《黄帝内经》《灵枢经》，这是中国医学的理论啊！所以中国古人讲，人的寿命，正常的寿命200岁呀！啊，就是这个机器，你要好好的使用，好好的保养它，它可以用200年啊！你没有用，没有这个达到。这个期限呢，就是你自己糟蹋了自己啊，你不会使用，你不会保养啊，糟蹋掉了啊。所以中国道家了最讲究的是养生之道啊，他们修行的目标就是长寿啊！啊，那么佛法并不重视长寿，佛法重视在觉悟啊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佛法重视着啊。可是你要晓得。真正觉悟之后，或者是真正念佛，念到一心不乱啊！念佛人的目标啊，一心不乱的，跟大彻大悟没有两样啊！念到这样的功夫，生死就没有了。你要在这个世间住个10000年、20000年行不行？行，
一两万年小事，啊，释迦牟尼佛还有两个学生，现在还在世间，一个是迦叶尊者，他在云南鸡足山呢。他没有入灭，还活在世间呢。他要住世多久呢？会有寿命长了。他要等弥勒菩萨到这个世间来示现成佛，把释迦牟尼佛的衣钵传给弥勒佛。那弥勒佛什么时候来到这个地方来成佛呢？根据经上所讲的，大概好像是56亿啊多万年。你看寿命多长 啊那是什么呢？那是明心见性。你在这个世间那看缘分，能常住啊，也能马上走啊，这大自在啊。啊，另外一位学生宾陀罗尊者阿罗汉，佛不准他灭度，那把他留在这个世间给世间人种福啊。所以你们如果要发心斋僧，他就会来应供，你发的是真诚心想修福啊，他是真正的福天僧啊，你供养到他了，这真有福，是大慈大悲呀 啊不辜负众生呢修福的这个愿望，所以他留在世间没有灭度啊。那么他来应供啊，这个诸位都知道了，阿罗汉六种神通具足啊，他能变化，他变化成什么个样子你不认识啊，他会混在大众里面啊，没有人认识他来给你做福田，这是佛菩萨的慈悲呀！啊，人修行到一定的层次了，生死没有了，啊，真的是我们前面所讲的。十种自在，这大自在啊！无疑不是为众生着想的啊，已经没有自己了，众生就是自己，自己就是众生。生佛不二啊，性相一如啊，到这个境界了，他哪里会有病呢？啊，所以真正相信净宗，生病的真的念阿弥陀佛啊。那么医生。要不要去看看医生呢？也行，提个方便。为什么呢？如果不看医生呢，现在这社会上人批评你，这佛教搞迷信，你看看生病都不找医生了啊。所以佛法是智慧，有善巧方便，那我们就看医生啊。其实是怎么好的呢？念佛好。
啊，医生那个药可以吃可以不吃，啊，看医生拿药可以不吃，念佛就好。这个话里头的意思很深啊，希望诸位细心去体会啊，我们的心要直，言要直，但是态度呢要如何？啊，注意一下的，态度不如何，别人不能接受啊。所以佛教菩萨了，他自己示现的四摄法。啊，你看呢，摄身嘛，摄受众生嘛，啊，第一个是布施，人与人之间呢，啊，你要晓得，你虽然是菩萨了，他是众生。他是六道众生的，烦恼习气很重啊，一定要随顺他，随顺他的烦恼习气，啊，那么这个布施，四摄法里头的布施，跟六度的布施啊，意思不一样。六度里面布施的目的，是断自己的嗔贪，目的在此地。持戒的目的是断自己的恶业，忍辱的目的是断自己的嗔恚。啊，他都有个目标的。啊，四摄法里面布施的目的，布施的，那个布施是什么？是跟人布施。我们讲布施恩惠呀，是以恩惠对人呐。啊，所以我常常讲这个具体，这个说法就是请客送礼。啊，人跟人往来，所以讲礼尚往来呀。啊，多请客，多送礼。这感情才能够联系上啊！如果人不往来，没有礼节，人跟人就没有感情啊！所以这个很重要啊！啊，在家庭里面。你看看现在啊，现在在全世界离婚率非常高啊，有结婚生好几个小孩了，最后还是分手离婚了。为什么不能呢？白头偕老呢？说实在话，不懂得四摄法。四摄法就是人与人的关系法。对外面来讲呢，人跟人的交际的方法，那这都佛都有啊。扩大来讲呢，国家跟国家的外交法，四摄法可以用在外交上。佛法里全都有啊，啊，我在讲习里头常说啊，夫妻要会用四摄法，肯定
白头偕老，一生幸福美满。这千万不要是疏忽这些小的小节，不能疏忽啊！就是年节啊，送一份小礼物，乃至于一张小卡片，哎，人家收到他心里很高兴啊，哎，他没有把我忘记啊。啊，先生外出啊，出外去旅行，回来总要给太太带一点小礼物啊，太太出门也会给先生带一点小礼物这个感情就坚固啊，决定不会有利益的这个念头。人尤其中年以上，总是希望有一个好的伴侣，彼此互相照顾那这个四十法太重要了。往年我在新加坡，把新加坡九个宗教团结起来，做得很成功。啊，新加坡的曾士森先生，啊，他是部长，曾经问过我，那说净空法师，你用什么方法能把这九个宗教啊搞成一家人？我说这个方法是佛教的啊。这佛教的什么方法？四十法。啊，我到每一个宗教去拜访，礼拜他们的教主，尊重他们的经教，礼敬他们的传教士啊，爱护他们的信徒。彼此尊重啊，他们欢喜接受啊，啊，常常聚会。这个常常怎么聚会呢？我们佛门里面有这个大的法会，邀请他们来参加。他们有法会呀，我们也去参加。你想想看，九个宗教每年才有一个大法会来邀请，那我们一年就要参加，我们相聚九次啊！啊，何况还不止。啊，每年的时候，过年我们办一个温馨晚会，九个宗教团结在一起。啊，宗教的领导人、传教士都参加，还有他们的信徒。啊，另外还有他们所办的孤儿院、养老院，啊，这些老人、儿童，平常没有人照顾，啊，这个年节的时候，我们一起来团圆、欢聚，这个都有意思。啊，而且还邀请政府的首长，啊，也来光临指导。
每年做啊。啊，那么这么一来呢，这个宗教彼此互相了解了，而且更难得的互相学习，真正成为一家人呐、啊！啊，今年十月了，在巴黎，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，啊，十个宗教手牵手，在大会堂上为世界和平祈祷。这个在全世界第一次啊，宗教团结走向了联合国的大会堂。过去没有过啊，啊，让大家看到的时候，这叫刮目相看，原来宗教是这样的团结，这样的和睦啊！所以今年这个新年快到了啊，新加坡的宗教们啊，有举行温馨晚宴。啊，也邀请我。1月2号，我去参加。四摄法第二是爱语，爱语不是甜言蜜语，爱语是真诚的关怀。啊，真诚的劝告，这是爱语。爱护自己跟爱护别人没有两样的，爱自己多一点，爱别人少一点，错了，颠倒过来就好了。爱自己少一点，爱别人多一点。这样才真正能够做到彼此互相尊重，互相包容。互相关怀，互助合作，啊，以宗教的力量，化解冲突，促进社会安定，世界和平。这么一个大的方向，大的目标，所有宗教联合起来，我们共同努力。这是每一个宗教创教人他的本愿呐。啊，宗教教学的宗旨，确确实实是仁慈博爱、沉静谦和。啊，我用这八个字，把世界上所有宗教教学的宗旨说出来了。那、啊、不管你信仰是哪个宗教。你要不离这个原则，
仁慈博爱，沉静谦和，宗教里面决定不会有矛盾发生，决定不会有冲突发生，啊，宗教是和平的，宗教是博爱。啊，无量寿经上有博爱啊，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学也是以这个为宗旨啊。孔孟讲仁义，啊，四摄法第三个立行，行是我们的行为，我们的行动，我们的造作，决定是有利益的，啊，利益谁呢？利益对方。利益大众，啊，利益社会，利益一切人类，再扩大利益一切众生。啊，大乘教里面讲啊，九法界众生啊，常常讲的。变法界、虚空界一切众生，这个心量多大啊！你要知道，这个心量才是自己的真心。你自己的心量本来就是这么大啊！现在什么？现在你迷了，迷了之后啊，你的心量变得很小啊，变得不能容忍了。这是错误的，心量小，就把一真法界变成是法界，还要小，还要小就变成六道，再小，再小就变成三途。所以三途是小心量变现出来的，一真法界。是本心本来所现的，本心所现的，设法界就很小了，迷失了自信呢，再变成设法界啊，六道就更小了啊，那三途就小到极处了啊。如果我们说连一个人都不能包容，那将来到哪里去了？地狱道。这不能不知道。啊，四摄最后的一条是同事。啊，同事，我们首先要同佛菩萨之事，同大圣大贤所行之事，我们要同，往上同，然后我们做出榜样来，让众生与我同。可你可不能要求，你要求就错了，你要感化他，让他自自然然向你看齐，自自然然呢向你学习，你就成功啊。所以在态度上言语上一定要柔和
啊，劝导人都要有智慧，有技巧，啊，所以佛家讲啊，善巧方便呐、啊，他能不能接受？他能接受多少，你就教多少；不能接受，就不能说。不能接受的，你要说，会起反效果。反效果是什么呢？就结成了冤仇，让人家怀恨在心。这个怀恨要不能消除，冤冤相报啊，没完没了啊，这麻烦可大了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休息几分钟。